我们医护工作者治病救人是最基本的原则，从这一点上说，你是一名合格的医生。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适合你的，但绝对不能是医生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不可以让你冒险的。我虽然是您的女儿，但婚姻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，我要自己做主。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你扔下自己的父母，11年不愿回家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治病救人是做医生的天职。这是一个恶性肿瘤，如果仅仅是失明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自古以来，邪不压正，你让他们掏速去好了，大不了我扣一分。还有叶老师呢，他是主刀医生，他是主要责任人，你还在实习期，光这一条就够你被开除好几次了。我爸爸可厉害了，他是专门给生病的孩子做手术的，他叫楚子健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我为什么怕见你啊？因为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，现在是我的男人。 你是想说薇薇的命是你救的，对吗？你现在可以去病房里看一看，是不是只有薇薇这么一个病人？你可以去数一数啊。如果你想多愁善感、回首往事的话，你可以下班的时间去做呀。如果你不能做到专注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进入手术室，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，每分每秒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啊。你手中的这把刀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杀人刀，懂吗？ 为什么今天摔下去的不是我？为什么我不是个普通人？为什么我要当医生？今天你们决定离开，是因为我受了委屈，你们感到愤怒，你们也是想借此机会发泄心中多年来积下的委屈。你刚刚救了一个人的性命，你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豪，感到骄傲，而不是自责。唐一佳。 你是一名医生，你是一名优秀的医生，你应该为此感到自豪，感到骄傲。